带上去，带上去。欢迎收看《时尚玩家》巴老师恋爱教室。师弟，观众朋友，你没看错，现在人的恋爱大小事太多，需要美食来急救。别人的男友，他可能就是决定去哪里玩，然后其他就是我来决定的。我是觉得他每次在我难过的时候都会及时上，不管是电话或是。你的男友，好好听哦。还能做什么呢？师弟，别人的男友从不让人失望，自己的男友让你好绝望吗？赖，女朋友必看，男朋友免惊。今天啊，就跟着恋爱专家巴老师以及傻瓜男友孟多桑一起，包你爱情面包两得意。垂头丧气的呢？因为我女朋友嫌我太短，太短，哪里短？就是那里，不是啦。她说我帮她拍照，就是拍起来她的脚很短。各位男朋友，你是守备的男朋友吗？总是把女朋友拍太短，没关系，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怎么拍都很长。啊，怎么都很长，我喜欢他。是讲哦，满分男友真的是不好当六，不只要会找餐厅，还要会拍照。哎呦啊，看来咱们梦都是进步神速哦。而且啊，这间韩式餐厅不止好拍，里头餐点啊更是超有梗的。牛鸡哟。你好，那这个是我们韩国人常吃的炸酱面，炸酱面。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那个日本的那个模型店有卖的东西吗？这个不能吃。这里面有炸酱，你们可以自己倒看看。啊，韩国사람이요？韩国사람이에요。还有저는한국말할수있어요。韩国的。근데그옛날에그거그나쁜말은애한테말을하면다알겠어요。才刚夸奖你而已，怎么马上就在把妹啊？还不赶紧看看那个漂浮在空中的面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为什么它可以浮在半空中啊？秘密哦，秘密！你们吃的时候会发现，好酷啊！来喽！哇，这炸酱是热的耶！炸酱面，啊，맛있는것같다。怎么吃啊？对啊。它是弄得出，为什么会？어떻게저기요어떻게これ、这个怎么用啊？啊，一个。啊，뭐야？哎。啊！哎呦！啊！天哪！哦，原来里面是暗藏玄机哦！啊，这么勇敢的炸酱面，不知道味道如何耶？맛있어。它的那个做的那个应该是这个味噌的部分吧，就是甜度跟鲜度刚刚好。但是它最厉害的是它的面很 Q， 主要的是韩国的面哦，这个 Q 弹的这个弹性，老实说比日本的厉害，真的不错。除了这个超有梗的炸酱面，还有一个号称比乡民30公分还长的济州猪五花披萨，这啊也是店里的人气网红。已经比我长了啦！怎么长？还可以再长！我要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侧面，它的饼皮其实大概只有这样子一点点厚而已，其他全部都是料。对，它就是一
个类似芝加哥的生盘披萨那样子。哎呦！哇！拉面哦，它这个料超级丰富的，里面的料啊，简直就是像一碗盛好热腾腾的浓汤一样。浓汤，当然它有披萨酱，它披萨酱呢有点介于意式的番茄酱跟韩式的辣酱中间，所以不是这个是泡菜哦，两个都有啊，里面都有啊。然后你知道它的那个洋葱丝的那个脆脆的感觉，然后还有猪五花的香气，它起司给超厚的，吃下去口感很赞，我喜欢。赞赞赞！哦，这个猪五花实在太邪案了。我看隔壁桌也有怎么拍怎么藏的呢。好坏哦！邪恶的瀑布，我要把你吃了。哇塞，这个真的好坏！好长哦，好会吸哦，棒棒！你再说一次，就是吸气死啊！你刚刚这样倒会就很快啊，很厉害！跟你讲，这个今天第一名。哎呦，它这个一大块的不是鸡胸肉。是鸡腿，鸡腿哦，很 juicy 的感觉哦。然后它炸的超嫩的，那个 cheese 烧的热热的，再加上那个墨西哥辣椒，这吃下去，它就算很邪恶，你还是会想要一直不断的回头。这个很好吃哎，我爱，烫死我也愿意。这家餐厅实在太厉害，不止油梗好拍，连店员呐都是正港韩国妹啊六。喜公吼，如果想吃，请提早预约，不然你看看这个排队的人潮啊！各位男朋友们，电话赶紧拿起来，跟爹的去得掉啊的。哎，贝贝，你要吃什么？我想吃那家。我妈妈说这一家不行，太咸，对身体不好。那转角那一家呢？不行不行，我妈妈说那一家太辣，对身体不好。好。恋爱中的妈宝失败，什么都要听妈妈的，没关系，我就带你吃一个妈妈味，走。我干啥？哦，梦多赏啊，巴老师又拿出口袋名单来拯救你了。在天母这栋大楼里的妈妈味啊，可是宰爹娘吃了20年以上的隐藏版美食呢。哇塞，妈妈味，厉害哎，这个是真的，感觉是台湾的蛮传统的感觉。对，但是呢，这一家哈，听说哈非常有名。这个你看日本杂志哦，日本杂志里面哈，他们有这里有做这边他们有介绍过哎，在这里哦。然后我刚刚就稍微看一下哈，因为在这一家店哦，附近有那个日本学校，还有 American School， 对 ，American School， 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所以就是很多是那个每一个喜欢的口味不同的人来这里。而且呢，听说是这个是日本人发明的。你没听错，原本啊是卖各式面类跟抄手，直到有个日本客人问老板说可不可以榨菜肉丝面加抄手，就这样二合一就出现了。不过排行榜的第一名啊是这个，它是榨菜肉丝面加上抄手再加上酸辣酱，叫做三合一。三合一，你可以想象那些不会讲中文的爸爸妈妈们，日本人，他们来到这边就说我要一个三合一。哦，好像你摸的好像哦。他们会为了要点这个东西，他们讲这个中文，然后啊，那个内行人的吃法呢，是除了这三合一之外，还要加他们的这一个什么辣油。哦，感觉好好吃哦。然后淋一点油上去。这个一定很好吃，这一定很好吃。那我不客气的先吃了哦。眼睛都亮，好过瘾哦！我一入口的，不是辣，是酸。酸哦。对，是它那个淋上去的那个酸辣酱的酸气。
这个酸开胃，然后辣度后来才上来，加上这个辣椒它那个麻哦，麻香气，接下来才是我说的我闻到那个猪油的那个香味。然后你看它里面加的炒手啊，它的肉吃起来扎实，嗯，肉很香之外，它里面居然还是很多汁，哎，这个是一个水炸弹呢，这好厉害哦，很好吃，大小也刚刚好，嗯，这个面我可以整碗吃完，嗯，我相信，而且你会吃，那个喜欢吃辣，我爱吃，请你吃三合一，让我们的心合而为一。假米煎了米，蒙拉咸水果，蒙多上阿张学会的米哟。哎，这个是什么面啊？臊子面。对，臊子面嘛，但是臊子面是那个臊子吗？不是，吓到我了。哎，它真的妈妈味，很温和，应该有的那个菜的味道，然后缓解的酸味跟甜味，然后面的 Q 弹，哎。这个节奏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很舒服哎，好好吃哦。所以刚刚我们小百科查了一下，臊子面啊是从四川来的，它本来叫臊子面。臊子面。所以你就是在吃臊子。臊子。这个坏蛋。臊子。警察先生，这里有怪怪的人。啊，除了这两碗经典不败，另外再推荐给你们这个满满胶原蛋白限量小菜，如果错过哦，你都会堆心锅。不好意思，我有点夹不起来，太滑。哦，太滑了。好胶原蛋白的感觉，那是什么？太滑了，就是它，没错，它就是胶原蛋白本人，猪皮冻。它整个是用猪皮下去熬，然后做成的高汤冻，哎，就是这样一整块。哦，那个对皮肤很好哎。嗯，很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那它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它是猪高汤的鲜味，很像你去吃豚骨拉面的时候，把那个拉面的汤底化成冻一样，但是它吃起来更清爽，好好吃哦。哦，这个妈妈味要我当个妈宝，我也愿意。哎，不是啦，是可以带女朋友一起来假咪当妈宝。嘿嘿嘿嘿。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为你做的手工的咖啡，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好棒哦，谢谢你。各位男朋友。手作卡片和鲜花送女孩已经是老招了，现在时下最夯的手作是要给她一个独一无二，姐带你去看。你的梦多啊，卡片是很用心，不过真的老梗了呢。来，当巴老师带你走在时尚的尖端，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手作银戒。情侣互相帮忙啊，来来来，我帮你绑，我帮你绑，谢谢谢谢。哎，你感觉好像右边的人好像是帮我绑错哦，我帮他，好，来来来，哎，这样，嘿，然后呢，嘿，我跟你讲，这个不好动。来这边换好工作服之后呢，就可以挑选喜欢的戒指或手环款式，再来啊，就是刻上专属于两人的秘密小字喽。好棒哦！那我要做一个给你，你也做一个给我。好，好不好？什么逻辑啊？好啊！好可爱，来来，我们可以做闺蜜戒啊。下去吗？五个可以吼，你打得下去？但有没有五个人呢？打五个，对啊。我们说后面要打五个，行吗？哦，你可以打，因为等下会剪掉。好像导演在跟他讲说，没关系啊，你讲笑话讲啊讲啊，反正我们进去都会剪掉。哼。我不会让你剪。梦多赏啊，虽然你是一片痴心，不过怎么笨得有点可爱。
哎呦，你看巴老师已经炸好了料，接下来啊，把银芥条烧软了之后，就可以熬成芥为的大小了。就是后面要长这样子，试试看。好。我这个我忘了看一下。你的错边了。啊？我们的字在里面。那怎么办？我帮你，进来。白玉啊！你还刚刚还夸我聪明哎，结果走错方向了。我像把足球那个踢到别人球门里面一样。我讲错了，你好笨。哦，我讲恁这两只扑龙宫啊，真的是怪不得呢。啊，接下来呢要把多余的部分切割掉，你们吼给我看正经的哈。啊！过来！这样人流，你不往前退哦。我好紧张哦，手被碰到了。不要一直叫，让我更紧张。对不起。来，我闭嘴，快点，快好了。我吸到那个银都在发热嘞，好厉害哦！你真的好厉害哦！是这样子。啊，锯切完之后呢，再把戒指焊接起来，接着用砂纸棒抛绣，最后啊放进抛光机里压光15分钟，就大功告成呢。哇，哎，里面字很清楚。哎，我的那个五颗星呢？都在。哎呦，还好，如果是一那个烧一个，先烧一个主持人。等一下，我要先跟你合体。哈，合体。哇！我们的对戒。这个好吗？戴上去。我觉得不管是情侣还是闺蜜，都很适合来做一个专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对戒或首饰。而且呢，这个是不是一般外面买得到的东西？自己收光，就是有多一点自己的感情跟时间，对不对？很有纪念价值，真的很棒。戴上爱心对戒，却戒不掉对你的思念。浪客啊，又学到一招了吼！不过巴老师今天加码放送，独家传授放闪新招，情侣影片闪瞎你眼。Oh my god， 我已经爱上他，真实的被大家喝的奇怪，钥匙中的魔法，街上溜溜达达，还是不想回家，一个人看着电影，嘴里嚼着爆米花。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淡淡的诱惑，炸弹来喽！啊！爆炸了！你知道这个是跟谁一起打造的吗？爱。比如说，如果你先说，哎，宝贝，你不化妆也好好看哦，我喜欢你淡淡的样子，就是简简单单的妆容就好。有啦，我有一次女生就很喜欢。吃饭时候，哎，宝贝，要不要化妆一下？他会生气。不是，因为我为大家好，他本来就不要。会不会聊天？浪客啊，欢迎回到时尚玩家。梦多上啊，我看你恋爱学分还有很多课要上呢。虽然哦，有时候女生也很难伺候，不是啦，是很难。宝贝，你想吃什么？随便都可以啊。随便都可以。好，那汉堡。不要。那日式料理。不要。牛排。不要。你到底想吃什么？一成不变的菜单就跟一成不变的感情一样乏味儿，今天来点新口味吧。啊，还是想吃我不想吃你。福大真妹啊，
我对梦多赏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还是来看看这卤味摊。听说啊，这也是很多太太的最爱哟。哇，超地道！哇，新口味呢？不是卤味，然后那个泰式，什么东西？对啊，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想说，哎，这很台，但是又像泰国料理，又是怎么会有这种卤豆腐？所以是台干台，台干台，台干台，真的很特别。对，哇，我的这个是什么？那个大包猪是不是？你在说什么？大包猪，大包，大包，很大包，对啊，大包猪，大包，大炮，大包猪啊，对了。这可以播吗？什么？大包猪，想不到梦都不止爱情零分，就连中文都不及格呢！加油，好妹！嗨，好哦！哇哇，这个一定很好吃啊！いただきます。我跟你讲，这个特色哈，其实它的那个看起来味道就是很浓，对不对？嗯。鸡子味道不会到那么咸，然后呢，刚刚好。那主要的是，因为我有时候那个吃泰国啊，吃这些东西，当然很好吃，但是它很咸，就是味道就是比较浓一点，但是它没那么浓，但是应该有的香气跟那个甜味、香味、酸味都有。然后那个这个是九层塔的那个香味，哦，好开胃哦。然后加上那个鸡蛋的那个这个部分，汤板的部分，这个你看。好浓郁，烂了！我觉得你把胡子剃掉之后吃东西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恶心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有啊，干净很多。很奇怪，为什么？吃的东西看起来变好吃了。所以这是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觉得哈，之前我有胡子吃东西真的很脏吗？喂，阿慧啊！梦多赏啊，有胡子很 man， 没胡子的梦多也是帅出一个新高度啊！就像那一碗花椒麻麻醋香猪肉拌面，台泰组合全新感受，八小玉切了哦。上面一样有一个半熟的蛋，然后呢，它这边还有台的地方就在这，它居然有猪血，哎呦！然后你看它下面有猪肉片，我真的都是很泰式哎。然后还有冻豆腐，再来就是它的面了，然后把它拌一拌，跟蛋一起拌在一起再吃。这个好特别哦！它又台又泰，它泰的地方就是它有香料的那个部分，它台的地方就是它是卤味煮出来的面，这个下面啊，这是那种蒸煮面的面体哦。然后它没有煮到太软太软，所以它还有带嚼劲的。可是重点是我刚刚吃到了什么？就是在这猪血上面的有花椒粒啊，它居然还带一点四川口味啊！哎，我觉得这家老板一定一个很复杂的人，他混到了很像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的患者。对对，是不是老板是阿翔啊？阿翔啊！但是混搭在一起的口感是好的，而且是成立的哦。然后我跟你讲，他们除了有这几种混搭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什么？因为老板呢，他本身是学法式料理的哦，所以他把法式料理的精神也带进来喽。我问你，你有在卤味看过？没错 ，zucchini， 节瓜哦，日本的地瓜，对，还有糯米椒。除了众多的蔬菜种类，调味更是厉害。中式沙茶和泰式酱料调成的酱汁，放上洋葱丝、葱花、香菜、花生米，最后再分上一点莱姆汁。不管冬天或夏天，酸辣味啊，包准让人心情好整天。泰式，这个是泰式哦。很泰，我喜欢它打的这个酱哎。你这样讲。虽然我可以想一想，但是就是看起来真的看不出来。我吃刚刚那个地瓜，好，哇，好特别哦！等一下哦，发现他们的用的食材是有很好的食材哎，因为这个本身的地瓜的甜味很甜很香，而且你看每一个菜哦，看得出来是它本来就很新鲜的，所以它会保留那个菜的本身的甜味，然后加上他们的调味料哦。这个很厉害哦，很厉害。然后它还有一个厉害的，
他说什么？看似台式，但其实是泰式灵魂的这个豆腐。这是臭豆腐吗？想要压压看。好，来。它看起来好厚哦。哦，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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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汁哎！它弹性也太厉害了吧！我去啦！这里面全部都是泰式酸辣汤的味道哎。豆腐羊羹。对，这好开胃哦，边咬边吸，超赞的。然后呢？它上面呢，摆了那个虾酱，这是虾酱哦。这个虾酱吃起来却没有像那种我们印象中虾酱空心菜那个虾酱，它比较像 XO 酱的感觉。哦，有那个干式的那个 XO 酱，对不对？是有虾香气跟口感的，在这个里面，咸度也是从这边来，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嘿啦，新鲜的食材，带创意的调味，各位男朋友、老公们，你们又多了一个 perfect 的选项给另一半了呢。啥？不觉得上次的男人很贱吗？真的很贱呢，讨厌呢，真的很讨厌。我觉得每次也出去玩都好开心，我们应该常常一起出班才对。对呀、啊，你都跟那个很奇怪那个讲话。嘿，莎莎怎么了？她变胖哎。想说要去哪里？好，那刚刚好，就是因为莎莎变成了快200公斤嘛，那我们去运动好不好？没有那么多。运动？你要去运动吗？不要。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会运动的人吗？不要。好，那去逛街。逛街吗？不要。你不觉得现在很热吗？热哎。啊，那看风景。看风景吗？无聊死了。各位失败的男朋友又提出失败的意见了吗？想要赢得一个女孩子的心，就要先收服她的闺蜜，带你去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闺蜜私人俱乐部哦，走吧。老师在讲，有没有认真听？这一家可是王美甜点界的元祖哎，店内装潢粉红 mix 霓虹灯，王美女友可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你看我们满满一桌，而且有很多是他们最近才刚推出的限定款。哎，我是说真的，因为呢，我其实就在这里附近。嗯，每次经过这家店的时候，哇，大排长龙，很多人。嗯，而且呢，他们开也有一段时间哦，已经开了蛮久的哦。他们是不断的，一直人都会进来。对。所以意思是他们就是一直发明新的东西，都对。就是要推陈出新，才会让人对你永葆初心。像这个酥炸焦糖花生吐司，保证啊会让人喷发满满少女心。你知道这个是跟谁一起打造的吗？谁？应该是I 啊，紫子谦 I 不是、啊、不是，是罗志祥。罗志祥哦，那样不像吗？ I 天王，亚洲天王哎，梦多唔当哦，亚洲天王的舞也可以被你跳准至尊剑哦。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吃花生的口味，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一个，也是蜜糖吐司大的，然后是花生口味的。你看那花生酱都流出来了。男生要贴心，来，宝贝，来。你为什么很害怕？宝贝，来，来，觉得翔翔在我的嘴巴里跳舞。那它的花生酱啊，真的是那种非常非常绵密的，好像是刚从果汁机还是那个处理机打出来的。除了香之外，它还有油脂，就是坚果的油脂，然后它带了一点点的咸味，所以吃起来完全不腻哎。然后它的那个吐司啊，超绵软的，就跟弹簧床一样。你也是爱吃花生的人吗？爱。梦多赏啊，不要侮辱亚洲天王好吗？不能好好的讲口感吗你？它很丰富，你讲的没错，因为有些东西只有太甜的话，就是很容易腻。主要的是它的口感，还有看起来，还有内容。
真的很赞，这个是跟罗志祥一样啊，他有一点男人的风格在里面，会让你觉得蛮上瘾的。那不错不错，那我们喝个饮料来解腻好了，好不好？哇，好棒哦，有啤酒哎，太棒了！耶，我啤酒，拜拜。我的这个呢，也是想想特调，花生冰沙白胡子啊，好幸福哦，喝了感觉跟他更靠近一点了。能让发育妈妈发出美呀的尖叫声，就知道这间甜点店有多厉害了的。这是他们现在推出的新口味，是抹茶的舒芙蕾蜜糖吐司，它是要这样子，然后呢，然后这样哦。哦，舒服嘞！哦，上面是一点脆，哇，这个好厉害哦！这样，然后里面还是烧滚滚的。有，要不要我喂你吃一口？好啊，很烫哦，感觉回到京都。虽然我不是京都人，但是呢。这个抹茶的那个香气，其实老实说，甜不甜来的话，其实蛮甜的。就是，但是我没有很喜欢太甜的东西嘛。但是它的抹茶的香气跟苦味，抓好平衡，一点点苦苦的。配一口它的冰淇淋。no。新口感吗？这个杠是你那个一起吃杠杠。它本来应该会吃起来很腻的。因为它外面其实那个抹茶酱啊。非常的甜，然后它的蜜糖吐司本身也很甜，但是因为那个蜜糖吐司的脆度，还有它抹茶舒芙蕾的那个绵密感，那种蓬松的感觉，然后再加上香草冰淇淋的那个冰冰凉凉，很解腻耶。这一款夏季新品啊，不止解腻，还很清新。酥脆吐司钻于软绵舒芙蕾，在口中融化，抹茶香气四溢。哦，这幸福滋味可是连真男人梦多都融化了呢。那我还要吃这一个。这个到底是什么？快乐儿童才没有。他们呢，跟一个很知名的插画家联名，做了一个这个叫“坏女孩”野餐盒。女孩，这个是坏，这是坏掉的女孩。跟你讲有多坏，不要动！啊啊啊！我很坏。这个还是坏掉。这个坏女孩啊！用色我送一个小玩具，好可爱哦，好点题哦。真的是坏坏的人耐，吃个甜点啊，都还有惊喜的。这里用来收买闺蜜准没错的。因为就是说，真的，我第来台湾之后吃得到那个龙虾沙拉这个存在。在日本很少吃，因为龙虾沙拉就是它的口感是那个还有旁边的酱，甜甜鲜鲜的，对不对？对。很绝配，好好吃哦。而且它虾肉给超大的，我想给你们看一下哦。它是给这种大小的，不是把它剁得碎碎的放在混在沙拉里面的。所以它口感也够。然后扎实度也够，很多，很好吃，很好吃，太棒了！那我要吃芋头的，好坏，好坏，它不是只有芋头，它有咸蛋黄哎，坏坏，它总是会在它的餐点里面给你一些小惊喜，让你猜不透，然后又觉得哎，这种惊喜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来这里吃饭。真的很适合情侣还有朋友们，因为你如果想吃一些咸点，它也有；想吃甜的，它也有。重点是怎么拍照，怎么好看。赞！各位水水帅帅们，阿松我也在这边帮你们谋了一些福利喽！赶快上官网回答问题拿奖品，收服她闺蜜，女主角救闺蜜。原汁原味日本热情叫卖秀登场！欢迎回到时尚玩家。经过巴老师的美食开示啊，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大家的恋爱大小事啊？只
实是，那个梦多好像都还没开窍呢。老毕，帮你买早餐。哇，怎么每天都一样啊？我不要啦。老毕，帮你买早餐，这个呢？不要，这我昨天吃过了，你都不知道人家喜欢吃什么呀？讨厌。啊。哎，对，是白总。为什么送早餐献殷勤却得不到他的心呢？因为你送错早餐了。想帮恋爱对象送早餐，或总是买不到另一半喜欢的吗？就给来，就给来！当客啊，这一家在芦洲永联市菜市场对面的早餐店，从早到中午啊，就是这样的排队人潮没有停过。来的，跟着人群走，准没错。那个烧烤的痕迹，这一定好吃，这不可能不好吃的。这个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蛋饼。原来如此，一直拒绝我的早餐。哈，听到哈吱声音耶！第一名蛋饼。第一名？真的？有那么夸张？我跟你讲，它外面的酥脆感。就像是你在吃焦糖烤布雷上面那一层焦糖的那种脆度，那么脆，这么脆，玻璃心跟你的玻璃心一样，容易碎。没有人知道我是玻璃心。可是你吃到里面的时候，它面团的那个韧性跟它的香度，马上把这个底衬得好好的，超级好吃哎。里面是一点点湿润的话，很好吃，加上那个旁边那个这个辣油嘛，嗯，好吃哦。好吃，他们这家店啊，这些老板店员他们是在往天母方向的一个机车行旁边很有名的蛋饼店，油条豆浆店。嗯，他们在那边工作，然后后来他们出来。不对，就是我们台北十大必吃早餐的那间豆浆店呢。承袭的老店的传统，以烘烤代替油煎的韭菜盒，可是绝不能错过的秒杀款哦。太多秒。出来啦！里面有豆干、韭菜、虾米，还有蛋，太棒了！哎呦，我要生气了啦！干嘛生气气？你们都不准来吃！什么？我觉得他们家的面皮、饼皮本身是很精彩的，都是用老面去做成的。然后你再看到它里面的料，超级丰富的，韭菜的脆跟甜，粉丝的那个 Q 弹度，还有蛋的香气，然后还有豆干的那个豆香味，在你咬下去的那一口里面全部融合在一起，就是一场精彩的交响乐。台湾的韭菜原来是那么好吃哦，好香好甜哦，而且可以壮阳哦。嗯，因为那个。中跟那个韭菜的两个味道，抓的刚刚好，那个韭菜的香气比较香嘛，然后那个中的甜味比较甜嘛，加在一起之后，嘴巴里面这个是一个完美的早餐。然后你有吃到它那个面皮的香味吗？超级赞，赶快给喜欢的女生跟男生吃，一定会满足，一定中。除了蛋饼跟韭菜盒这两样老店的经典款，老板呢还自行研发出了一个秘密武器哦，炸弹！炸弹！爆炸了！大家，我是鸡蛋蛋，爆炸了！对，很香哎，我跟你讲哦，我刚刚吃旁边那个蛋的是米嘛，那个还有那个肉松嘛，然后这个鸡蛋，卤鸡蛋这个味道哈，好香哦！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这个传统的东西集在一起，发明了新的东西、新的口感、新的味道。我觉得再次重点，厉害，好好吃哦！因为老板他们是花莲人，然后呢，花莲有名的不是炸弹葱油饼吗？他把这个概念用在饭团上面，
然后就是弄成了这个，很有梗呢。哦，这个炸弹饭团这么有梗，难怪圈了这么多粉。梦多神啊，现在知道要送什么早餐了没？我的发型，面黄完之后的对的。欢迎回到时尚玩家，恋爱大小事就美食来解决吧。梦多神啊，巴老师这次可是倾囊相授呢，啊，你到底是听了有没有懂？Baby， 最近很红的那个寿司我想吃，但是好像很难排队耶。啊，排队有没有搞错？晚上我还有很多妹要等我耶。错，怎么可以当爱情里的渣男呢？要当爱情里的渣男。Baby， 我想吃那个寿司，可是好像很多人难排队耶。我马上帮你排队。渣男到底多重要？看看这个排队的人潮，这间啊可是曾获得日本人票选最喜欢的回转寿司店第一名呢。今年哦，首度来台开设分店，就选在内湖，而且啊，听说还有一个日本原汁原味，呈现的是非常好。哎，这一家店是我的回忆的地方呢。哦，你在这里谈恋爱？哎，对对，是谈过六次恋爱。不是的，没有了。我在东京的时候，一个礼拜来两天，而且呢，你看这是很有日本，哇，你看这个是很 special 的东西，这 special show。来，我们现在要表演的就是我们鲑鱼解体秀。其实老板是我，没有了。你在干嘛？就是表演啊，就是给你们看这个鱼多新鲜，而且呢，就是来进来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很有活力？很热闹。对，我真的很厉害。所以呢，这一家店的那个食材保证新鲜。大山，哎妹，烧了他。他说敲咚。等一下，等一下，马上马上。Kudasai！ 哦，现切鲑鱼做成握寿司，还放上鲑鱼卵，这真的太犯规，太犯规了呢！Kudasai！ 啊，谢谢！拿到了！真的，感觉好新鲜哦！我要马上吃！你要马上吃？你到底多急呀？好吃入口即化，不用弄酱油。而且那个大的鲑鱼卵是不叽不叽不叽，口感很棒，这好甜啊，好鲜哦，好好吃哦，好棒。好，我们接下来啊，坐下来慢慢吃好不好？我要点满。来来来，坐坐坐。现切生鱼片，热情叫卖秀，要吃请举手，举慢就没有。你看看，你看看，哎，很高哎。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它呢名字叫做海宝卷，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有更贴切的名字，它很像是海岛国家一夜狂欢之后的宿醉的一群人。这边都是鲑鱼，鲑鱼跟那个飞鱼了嘛，对不对？对，放一点海胆上来。哇哟，吃喽。好鲜哦，而且它刚刚啊，仅看起来很无害的小小的海苔卷，堆上了这些海鲜之后，它的高度会让你落下来，哎，整个超高的，然后咬下去之后就是大海的鲜甜味，而且你在一盘里面随便你搭配，就是你可以吃到甜虾，然后可以吃到鲑鱼，可以吃到海胆、虾卵，怎么都可以吃得到？哇，你那这根本是航空母舰的嘛！梦多神，我们错怪你了，不是你浮夸，是日本人都很浮夸。不信你看。
这是什么？大圣甜虾。甜虾？是怎么样？你们的甜虾不用钱哦。哎，又是一个九十肉林，看到吗？他怎么回事啊？他饭只有两坨，可是虾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啊！你看，你看，来来，我这就吃好了，来给妈。这个甜虾很厉害，因为我刚刚是没有沾酱油，但是呢，沾酱油它的那个甜虾的本身的鲜味跟它的甜味，这个甜虾好甜。那主要的话，刚好这个是醋饭是酸酸的嘛，嗯，酸跟甜加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个不得了哎，好好吃哦！我吃一个甜虾，很新鲜，吃看看。好，嗯，是不是？超甜，很甜的，超新鲜的。小小的一只，怎么会有那么多鲜味啊？会爆炸，嘴巴里面会爆炸。报告巴老师，你们吃的这两款呐，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口味啦。但接下来这个牛肉海胆握寿司，可就是日本吃不到的喽。我在日本没看过哎，只有台湾才有的。你们真的很坏哎，怎么可以发明这些东西啊？这么油的东西让我来吃？来来来，你吃你吃，好。我不要沾任何的酱，我要给你看它下面啊，已经有渗出那个油花，然后我想要给你看一下它的底部。你看它的饭是闪耀着油光的耶。哦，这很厉害。我们就在拍化妆品跟保养品的时候才会这样子。对，第一次看到握寿司，网红都这样。哇，它真的好亮哦！我要直接一口吃哦。我可以吃午餐。那么厉害。Oh no！ 它的牛五花经过炙烧之后，那个油香气超级赞。然后它居然画龙点睛的加了海胆。让那个炙烧之后又多了一股甜味，然后还多了一个滑润感，太聪明了！吃的那么销魂，我愿意出卖我渣男的灵魂，先去大吃一顿。浪客啊，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巴老师恋爱教室的，以后恋爱大小事专出美食准没事，咱们下次见，拜拜。